Good morning, 手医兄。公司又过站不停了，哪一家？我帮你申诉啊。任诗诗的红单子又到了，你再迟到一次，就不用再来上班了。主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公车它哦。公车过站不停是不是？小柳啊，你争气点好不好？公车不停，你就不会早点起床，搭第一班车来吗？是主任，我明天一定会早点到的啊。你呀、啊，已经当了七八年的临时雇员了。升等考试不及格没有关系，可是千万不要被开除哦。不公平啊！你看看外面，他们有人在看报，还有人在打电话聊天哎。我每天赶七八条新闻，而且哪一条新闻我不是自己去跑的，还说我工作绩效低落。你觉得你很认真吗？当然。哎，半年来你跑过几次独家？没有独家反而有独漏，你想想看，你漏掉多少新闻呢，小姐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来，你跟我来，你看看，哎，黄冠宏他在聊天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月就要领5000块钱奖金了，因为他跑了两个大独家，阻隔的问题我们抢先播出啊。另外，你看看范正义，他马上要升官了，他所做的社会治安的系列报道，引起全社会的注意，这才是跑大新闻的。这半年来，你给了我什么东西啊？我线上没东西啊。线上做记者要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，要追追追连三追。你记不记得有个广告词，一头拉过的鸡不等于一条牛啊。你每天给我八只鸡有什么用啊？你让我清炖呢还是红烧？那我辞职啊。哎，小姐不要讲狠话，外面排队等着干电视记者的人多得很啊。争气比争面子重要，好好的跑几条新闻，别让人评会老修理我们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你走吧。人漂亮90分，头脑最少也有80分。哦，王一飞，86分。李亚明，95。几分？自己念。45分。你的45分把班上的排名从第二拉到第九，你知不知道联考只要差1分排名就差100，你这样的分数将来怎么参加联考？我会用功。明天上午模拟考，你要是连60分都考不到，以后就天天带两个便当来上学。下课，上完厕所就回来，下堂考数学。哎，45分的来了。喂，不及格的赶上厕所啊？对啊，反正是我，大家在那里自习啊。哎，回去考试哦，你走。哇，爽啊！早上发车到现在4个钟头才尿一泡尿啊。我们这些跑公车的啊，早晚跟那些女人一样膀胱下垂。靠，女人怎么会膀胱下垂？女人是那个下垂。什么那个啊？哎，就是这个嘛。你讲的啊，留守一走，你就要让我弟弟顶他的缺。好嘛好嘛，小妈，你还怕我骗你啊？嗯？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嘛？哎呀，只要啊，他迟到一次。人事就会叫他滚蛋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连清晨都准备好了。看，这还差不多。差不多？看你怎么谢我啊？嗯。不要了。口红都掉了，不要了。金大姐。哎，小刘，所有的简报就你做的最细心最整齐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老是考不上升等考试。哎，那简报剪得好还不如靠山好，那靠山好
还不如身材脸蛋长好。喂，你这些文具每天带来带去干什么？那白公司谁偷啊？我只是个临时雇员，自己的东西啊，当然要带回去了。没身材又没脸蛋又没脑袋，就连自己喝的水都要从自己家里带来。哎，我看啊，要让三等搞事录取你难哦。小刘啊，今天晚上要早点睡觉哦，明天可千万不能再迟到了。主啊，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阿门。谁也别想把我赶走，刘守一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司机绝不开快车，绝不吃槟榔。绝不过站不停，一天的开始，我希望大家共同维护公车司机的美德。干，没开过车的人做站长，装模作样讲内行话。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6点开始，准时发车。我上班了，你待会儿要去耗子吗？等一下，我有话要问你。这个是在你西装口袋里找到的，时间是昨天，你跟谁去看电影了？哦，这个啊，同事开玩笑硬塞到口袋里的。我对看电影早就没兴趣了，拜。等一下。又怎么了？4月8号，桃园花园广场。花园广场什么地方？你去桃园做什么？莫名其妙，那公司派我到桃园工厂去看出货啊！好，迟到了，我要走了。那衬衫上的口红印怎么解释？难道也是你们总经理叫你印上去的吗？哎，你说，上面的口红印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刘天林，你这个贼头贼脑的家伙！天气你穿这么短，不冷。这种天气穿迷你裙刚刚好，穿别的嫌太老气了。哎呦，这怎么这样开车嘛？这司机真是的。Thank you.
好不好啊？老总不在，我带你到桃园兜风去了。你又能不怀好意？哎，开门了，开门，让我上车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哎，我要下车，这样子啊？让开，我要下车，我要下车！开门了，快开门，让我上车了！烤腰啊，那我算歹你啊！哦，你这样开车，猪头山啊你啊！你马路中间上车，你要死在交通警察手里是不是啊你？哎，我要下车！下个屁呀！等公车哦，到站牌上去等啦。马路中间上车，你有没有水准啊你啊？哎，你昨天过站不停，今天又过站不停，你现在还敢骂人？你什么东西啊？我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东西啊？阿暖，不求派哦。谁要跟你打架？不想打哦，是你说的哦。哼，算你有眼光了。哎，好了啦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，你赶快开车好不好？我要追前面的车。哎，追个屁啊！你把我当作侦探社的人哦？叫叫叫叫叫，叫什么叫啊？都把这种人都叫上车来了啦，回座位去啦！干！你看看，你看看呐、啊，两个红绿灯都过去了啦，跟我什么关系？要不是你要在马路中间上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哎，是你过站不停哎。我过站不停哦。你就可以在马路中间强迫上车啊，先生，你有水准一点好不好？这是公车呢，哎，你要随时上车啊，多赚点钱呐、啊，坐计程车去啊。一趟车开下来，三四个钟头了，如果都碰到像你这种水准的客人哦，我就是开到明天早上也开不到终点站了。穿得像个人呐、啊，做出来的事情哦，一点都不像人呐、啊。算你爸衰啦！呀，你爸今仔无遐简单，甲你耍耍去啦！刀子，好，你带刀子上公车，我要检举你。是你过站不停，我才要检举你呢。哎，刀子，他拿刀子！哎，这算什么刀子？这算什么刀子啊？哎，真的是刀子哎！你出来呀、啊！你出来看看，我告诉你哦。我绝对检举你哦！你带刀子，还有你那个包包鼓鼓的，里面一定是土炸弹啊！你带刀子跟土炸弹到车子上面来威胁司机哦！我要检举你啊！我用什么威胁你了？我怎么威胁你了？你说啊！刀子？什么？你有刀子啊？你有神经病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！血流血了！哪有血？怎么没有血？这都是血啊！真的是血，还在流啊！啊，他刀子杀人呢、啊！我只不过刀子这样轻轻一划，这样也算杀人啊？啊当然啦、啊，你只要是用刀子哦，杀也是杀了，划也是杀了。你看，这都是血啊！难道我是用水打画上去的？你给我坐好，给我坐好！你们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他过站不停。还辱骂乘客啊！现在还诬赖我杀人，这个人啊是司机里面的败类，你们大家都可以替我作证，对不对？没有人会理你的，理亏的是你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理亏？怎么有你这种人呢、啊？我很好啊，怎么会有你这种人呢、啊？啊，带刀上车，杀人越货，你看，啊，你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里面装的圆圆长长的。你敢说那不是土炸弹吗？你什么啊？带刀上车，包包里当然是土炸弹呐、啊！干嘛？你要劫车啊？哎，那我不让你上车是对的啦。哎，
你过站不停，还辱骂乘客啊！现在还诬赖我带炸弹，我今天给你耗上了。走，开车去哪里啊？去警察局。去哪里？去警察局干什么？我没时间跟你扯啊！我们开车去警察局找警察评理，大家都去，大家作证啊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你们两个吵架干我们什么事啊？我们还要去上班呢。听到了没有？没有人要跟你去的。我跟你去。谁要跟我去啊？哎呀，你愿意帮我作证啊？我不能帮你作证，可是我可以跟你去。啊？为什么？刚才事情你不都看到了吗？我没有看到，被他大屁股挡到了。没有人会替你作证嘛？带刀子的是你啦，带土炸弹的也是你，杀人的还是你耶。好了，算我吃亏了，好不好？流一点血了，我也不告你了啦。我现在开车了，好不好？到站哦，你就下车了。今天呢，算我倒霉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非去警察局不可。为什么我们要去啊？你这是干什么嘛？那公车是有路线的嘛？你这样子一弄，那不是小事要变大事了？我都不跟你计较了，你何必呢？我这辈子就是不计较，不计较到现在，连你都爬到我头上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老子今天计较定了。你现在开车到警察局，咱们评理去。开啊！你怕了？谁说我怕了？不怕就开啊！开就开啊！说我脸蛋90分，脑袋摇80分，那不就是说我笨吗？他官大学问大，你听听就算了吧。了不起嫁人，反正脸蛋90分，嫁个豪门，随便拿个聘金，都比他的退休金高。看吧，大家都在吃小声的。抢车道藏抢，太过分了吧？对啊对啊，你看他要回转。有新闻，大哥开追。不行哎，有个记者会要开始了，不去会被经理骂。天上掉下来独家你不跑，你去跑那个例行性的记者会干什么？这样吗？还考虑呀？新闻是不会等你的，当然是这样子啊。半年了，你跑不到一条独家，你就弄一条给他看嘛。你对，大哥，我们快追上去。是你要去评理的，你看清楚了，责任是你要负的。车是你开的，你负责。怎么你怕了？怕你个头啊！再开快车吗？再开快点啊！要快是不是啊？好。压到书包也痛啊，神经哦！不是书包，是鸡鸡。你的调职申请我不准。报告局长，你想问为什么？很简单，都市犯罪率高，刑案多。你如果真想打击犯罪、维护正义的话，一定要留在市区分局。可是，这边的明代太麻烦，太爱官说。柯大庆，你错了，应付明代官说也是训练一种颜容，人情练达是文章。我们在人情练达中办案，应付压力，最后漂亮破案。社会人士会给予我们喝彩和尊严。柯大庆。交七分局。你还知道啊？我当时给你做证。下车！你们不能下车！你们要帮我作证啊！你们不能下车！你们要帮我作证啊！快把门关起来！关起来！都不要下车！你在干什么你啊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你？你不要乱打哦！我告诉你哦，你再乱动的话，我就动你。你要怎么动我啊？怎么动你？这样动你！快下去，召集人力，出任务。局长，公车怎么了？你看清楚，歹徒手上有凶器，司机手上流血，脖子有刀，生死不明，车上还有乘客。这就是劫车事件，柯大庆，你不是想打击犯罪吗？快去！是，柯大庆，局长，
如果你在郊区分局，能碰得到这种场面吗？是。先生，车上发生了什么事？是，有一个人拿刀，然后他把司机炸了，他不让我们下车，然后司机有流好多好多血。是瑕疵吗？瑕疵，对对对，瑕疵，对。他手上有没有凶器？有一把刀子，这么长，这么长。除了刀子之外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什么？像是爆裂物之类的东西，有没有？有那个司机说。它里面有一个土制炸弹，这么一个包包，现在在公车里面。我是好心通知你们，快点派人来，否则别台的记者就要到了。谢什么？互相关照嘛。OK。小芳，快来做 stand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早上有一个不知名的男子，他手持凶器和爆裂物，在杀伤了一名司机之后呢，又挟持了一部公车，开到了警察局门口。目前在公车上还有乘客，而挟持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。不准掉，快留下来！你们怎么谁帮我作证的？你们帮我作证会死是不是？有点道德勇气好不好？统统留下来，做完证再走，听到没有？没有同业，我们独家采访乘客，还有现场 stand。现在车窗已经全关上了，绝对有后续，我们绝对是独家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留在现场，先跑带。好，是。小芳，拍好的先跑带。这回他可乐了吧？口气好多了。小芳，快来看。他妈的，奶蜘蛛漏了消息啊！局长，可以请你向大家说明公车上究竟发生什么事？这部公车呢遭劫持，劫车匪徒呢手上有凶器。为什么瑕疵到警察局门口？动机还不清楚。那听说司机已经受伤了，那你们的处理对策是什么？为了人质的安全，我们准备柔性劝导歹徒放下武器，当然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警方会采取强烈手段拯救人质。目前呢，我们正在做全方位的部署。哪方面的部署呢？为了人质的安全，很抱歉我不能事先说明，当然了，待会各位就可以看得见了。总之我希望各位相信我们警方保护市民生命财产的能力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警方绝对有能力跟耐心，在最短时间解决这个公车劫持事件。根据我们了解，歹徒手上的凶器除了刀子之外还有炸弹，那你们的对策是什么？有炸弹，对，有炸弹。喂，你是什么独家呀？读到哪里去了？各台已经都在连线了，就变成新闻联播了。好了，我现在马上派 SNG 过来，然后请人做评论。可是你要给我记住啊，你千万要访问到公车里面的人质，知道吗？什么？你给我谈危险？危险和饭碗哪一个重要？你自己选吧。狙击手，上二楼看我的手势开枪。是。柯大庆，走。攻坚后，歹徒在抓歹徒，歹徒死负责救人质。是。其他人员围住公车，根据我的命令行事，行动。是。那么多警察围着我们干什么？他们到底想干嘛？不要那么紧张嘛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开收音机啊，你听点音乐，来，大家一起听啊，不要紧张。坐下，没事，坐下，休息一下，不要那么紧张嘛。你顺便想想看，等一下是谁先下车，谁帮你作证？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新闻快报：台北市今天上午发生了一起公车遭人劫持的案件。劫车的歹徒手持凶刀和土制炸弹，挟持公车上的乘客，目前正在警察局门口和警方僵持不下。至于最新的发展，本台将在今天各节的新闻中。哎，他不是来报我们了，你不要听他乱讲。劫持？什么劫持啊？我要劫持你们吗？我要劫持你吗？啊，没有哎。我是乘客哎，我怎么会变成歹徒啊？这把刀。
他的名字叫凶器。哎，这是我上班捡包用的美工刀，哎，怎么会变成凶器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还有啊，什么土炸弹？哪来的土炸弹？你告诉我。哎，你那个包包呢？看起来鼓鼓的，那里面不是土炸弹啊？拜托，你看清楚啊！这是我上班喝水的水杯，什么土炸弹啊？怎么会有你这种混蛋活在这种世界上，还活那么久？那、啊，我只是随便说说，我哪里知道他们当真啊？是收音机说错了啦，你不要生气啊。记者怎么会说错呢？我老师就常常说错话，记者当然更会说错啊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只是想准时搭公车，我准时去办公室上班，我怎么会变成拿刀拿炸弹的歹徒啊？得啦，等一下下车啊，跟警察说清楚就好了嘛。你哦，那脾气就是太坏了嘛。为什么一定要在马路中间搭我的车呢？啊，你才会把事情搞成这个鬼样子嘛。你不能怪我，哎，是你过站不停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，哎，我过站不停，你可以搭下一班呐。我下一班就迟到了。呸！我以为你会死啊，迟到有什么关系啊？喂。你迟到会怎么样？被罚站。听到没有？只不过是被罚站而已嘛。哎，你们老板会罚你的站吗？不会吧。哎，你又何必非要搭我这班车，非要我开到派出所去评理啊？你哦，真的是嘛，龟毛加三级啊你啊。什么龟毛啊？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因为你过站不停，我的饭碗今天就被你砸破了。我也常常迟到啊，老板只是捏捏我的小手，就说：“小妹妹呀，你是不是闹钟又停了？”哎，这只是迟到就要敲饭碗，太过分了吧？有什么过分的？有人想把我挤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呀，一定是公司的要人，人家才会排挤你嘛。你的职位是主任还是经理啊？雇员。临时雇员，好吗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哎，临时雇员，人家还要排挤你，太扯了吧！我这个人没有背景，又不懂得走后门，大家都排挤我。都欺负我，你知不知道？从现在开始，我的饭碗已经被人家当人情送掉了，我失业了。这样讲我，你明白了吗？啊！小刘今天又迟到了，是不是？来了，就是到人事报道去。老刘饭碗可能真的破了。哎，说明他生病啊，有医生证明人事是人的吧？怎么样？大姐啊，神仙也救不了老刘了，除非他被绑架，警察出证明。绑架？不会啦，李太太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那你先到我这里来。怎么啦？学生没有来上学，打电话问家长，说一早就出门了，不见了。嗯，会不会？哎，学生还没有来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。哎，新闻。刚刚你们听到没有？有一个神经病人，他劫持了公车，还挟持到警察局去。有这种事？这个社会有毛病。这种毛病叫做社会焦虑症。所以教授，您的意思主要是？单位的个人受到社会体系的压迫，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反社会行为。这种症状在越是高度现代化社会发生的越多。是，所以教授，待会我们会先进行一下现场连线，看一下这挟持人质最新的一个情况。我会先做个开场白，之后呢就请您进行分析。好，请。好，我们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目前呢在现场最新的情况如何。哎，不要过来，这里危险了。哎，快，哎，不要过去。哎，我哪里知道你们主任那么低级啊？要用你的缺去追一个美眉呢？切，
我呢，诚心诚意跟你致歉，可以吧？没用了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大家呢陪你下车，哎，跟警察做解释嘛。我承认了，错在我嘛。我们大家证明，你没有劫持公车，可以了。新闻都说我在劫持公车了，这些警察哪会听我解释啊？哎，那既然没用，就让我们下车，让警察上车，事情不就结束了吗？哎，你讲话有点营养好不好？这个人马上就要失业了，而且还被当作劫车犯，他很委屈的。所以我就说让我们下车嘛。哎，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你真是脑袋空空啊你啊！三八，不要来烦我们。人家叫你走开，没听见啊？走就走嘛，谁想跟你们在一起啊？我们大家给你作证嘛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对呀，然后我们再请警察替你作证，我就不相信那个下流胚子主任敢敲你的饭碗。对，我觉得就这么办。哎，你今天的迟到啊，是属于不可抗力的因素哦。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啊，谁要是敲你饭碗啊，谁就是违法。小姐，你是人质吗？人质？对对对，我是人质。你们是电视公司的？对，我是记者，我们要做电视专访。访问我？那你是说我要上电视喽？对对对，现场连线。可是我不会讲话耶。哟，他怎么拿枪啊？吓死人了！他是谁啊？他是警察。哎，你姓什么？我姓柯。哎，姓柯。哎，小姐你嘞？我姓叶，可是我真的不会讲话哦，而且这样上电视好吗？不会啦，你这么好，有几个人质像你这么漂亮的？快点啦，我们开始了。这么快啊？我还没准备好哎。可以了啦，这样很美了。等一下，可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警官，麻烦你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，这样子我的画面可以带到你跟受访者。好。可以了，好，把枪举起来，像007一样摆个 pose。好了，可以了吗？好，不要动。好 ，OK， 可以了。好 ，SNG 通知副控，我们要进行连线。社会焦虑症通常发生在具有边陲人格类型人的身上，像今天公车案、劫车案的歹徒。虽然我们没有跟他谈过话，但是从他的行为倾向，我们看出来，毫无疑问的，是社会疏离的结果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社会疏离。是，对不起，高教授，现在现场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发生啊，所以我们先带您到现场去看看，待会我们再来谈社会疏离。各位观众，现在呢，在公车挟持人质的一个现场呢，记者已经为您专访到一位这女性的挟持人质哦，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现场最新的情况。叶小姐，听说司机受伤还流了很多血。对呀，还流了好多好多血哦，我都快吓死了，而且那血流出来好红哦。除了司机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人受伤？没有啊，不过他们骂我们。他骂你什么？他骂我三八。歹徒骂你三八？不是不是，司机骂我三八。那到底歹徒骂你什么？没有啊，他什么都没有骂我。那你可不可以跟我描述一下歹徒他到底长什么样子？嗯，不高不瘦，不矮不胖，有点丑，不像他那么帅。叶小姐，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目前歹徒他的情况如何？嗯，他一下很生气，一下又很泄气耶。那是不是他的情况很不稳定？嗯，对。那代表他现在是个危险人物了。对。这车太危险了！有多少？那边你们都看不到。他不止有危险性，而且，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新闻快报：发生在台北市的公车遭人劫持案件，现在又有了最新的发展。本台记者在现场为您访问到了一位在公车上的人质，以下是访问的内容。他说他自己是临时雇员，30多岁了，还临时雇员，好丢脸哦！样子干干瘦瘦的，很像神经病哎。喂喂，老兄，别生气啊，老兄，千万别生气嘛。给我出来！哎，老兄，别冲动，老兄，给我出来！你别把事情闹大了。到前面去，老兄，到前面去，过去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我30多岁，我是临时雇员，
我黑黑瘦瘦，我像神经病。你干嘛？哎，老兄啊，哎，他是个三八，他根本就是个大三八嘛，你不要跟他计较了嘛。哎，老兄，老兄。不过咪咪大嘛，我看你的脑袋啊，比这刀子还更干更扁。车上那位先生，请冷静，让人质下车，你也下车。我们警方会保护你的安全，也一定会收集对你有利的证据，公正的对待你。车上的先生，现在是重要的时刻，你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中，请放下武器，下车。我们警方一定保证你的人身安全。老兄，下车吧，差不多了，再不下车恐怕不太好。哎，老兄，大哥，下车吧。不下啊，拜托你下好不好？股票市场已经开始了，我再不去的话，就来不及卖股票了。对呀，老兄啊，下一下嘛。我今天只是想安安稳稳的上班，不要迟到。结果呢？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外面这么多警察，这么多记者，他们把我当作是什么？是枪击犯还是杀人犯？不下，统统不要下。老兄啊，我憋得一肚子尿，求求你行行好好不好啊？我替他们向你磕头了，我保证啊，他们呢统统会替你作证的。这样好不好？我到窗口叫警察他们撤退，好让你安心，然后呢，你让我们大伙下车，让我去撒泡尿好不好？啊！想小便是你家的事，我没尿。哎，新闻啊，赶快去公安室看电视。什么新闻啊，大惊小怪？有人劫持空车啊！啊，这叫少见啊！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去叫主任。干嘛要我去？哎呦，头都不看我怎么看？去啦！大姐，我们走。伟伟平常很乖，也很爱护小动物，虽然功课差，那不能怪他。可是我常骂他不用功，他一定是以为我不喜欢他。我也是，老嫌他功课不好。其实他还是有很多优点的。这个老师也真是的，怎么我眼里就只看到分数，就看不到他的品德。失踪的到底是谁？是李俊伟。李，我知道，考试考不及格，可是人还是蛮老实的那个是吧？嗯。这种犯罪这几年发生很多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社会太软弱，软弱的社会，苍白的正义，犯罪当然发生。所以呢，高教授，您认为啊，目前当务之急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？就是要严格控制边陲人格的蔓延。对车上人质要尽力保护，打击犯罪绝不手软，这就是我的建议。是，对不起，高教授，现在现场又有最新的情况哦。我们在这个公车辖区现场呢，我们据说警方已经答应要撤除警力，同时呢，这最重要的是嫌犯同意让人质下车，所以我们要看看现场最新的情况，稍后再回来哦。我们的警员都已经离开，请放心，安心下车，我保证各位平平安安。你看，现在警察多人性化啊，叫他们走开，他们就走开啊。现在你可以放心下车了吧？好吧，下车。哎，走啊！你们还等什么？快快快！哎，
你排第一个当领队啊，我开车。不不不，我看那个人有点贼啊，我不要第一个下车，我在后面。你最后下车。为什么？我讨厌你，行不行啊？过去。嗯哇。弟弟，你到前面来。我可不可以不要下车啊？叔叔跟你讲，我也跟你一样，我也不想去上班了。长官不喜欢我，同事又欺负我，可是也不得不去啊。你看啊，现在这么多人在等，我们恐怕不下车是不行的。开门。是老刘，老刘在公车上。哎呀，他被劫持了，迟到无罪，迟到有理。快快，你们班的李俊伟在电视里面。什么？对，我们的刘杰，今天刘杰带多少枪？上手，上手，快上手，把门关起来，快点，把门关起来。快关！快关！快关！上去，上去！快点，不要下车！快快，快上去！来来来来来来。没有下来呀、啊！你先别急，先别急啊！小刘原来是劫车犯，开除！太大意了，警察处理完全失败。没有失败，局面在警方掌控中。警方下一步准备要怎么做？监控，等待最佳攻坚时机。若在这期间歹徒先攻击了警方或是人质呢？那时候，我们的狙击手就会咻结束歹徒生命。结束整个事件，那边状况怎么样啊？是经理，目前没有状况啊。没有状况，这是记者讲的话吗？没有状况，你也得给我把状况找出来，自己不要出状况。喂喂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有啊，我在听啊。一个6-7万块，如果踩碎怎么办？你觉得饭碗碎了跟麦克风碎了怎么样？不错哦，声音向下降。独家来喽。居然耍阴险！你们看到那支枪没有啊？像小偷一样对准我，哎，那会打死人的耶！你不要跟警察生气嘛！我为什么不生气啊？今天这个早上是怎么了？我只想去上个班而已，结果呢？结果变成劫车犯了，还想把我当野狗一样干掉！干！兄，不要这样子，事情会越闹越大的。是他们闹大，不是我闹大的。谁怕谁啊？说我是劫持犯是不是？好，我就劫持给你看，免得民不服死。哎，老兄，别开玩笑，你真要劫车，我们怎么给你作证啊？谁稀罕你作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聪明的也够闪开啊！我现在看到你就想把你给做掉。干嘛？我们有仇吗？我们就是有仇，你是罪魁祸首。要不是你今天过站不停的话，我今天的话，我膀胱快爆了啦！哎，你真正搞谁谁的嘛？过站不停，过站不停。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呢，我的冤啊，枪毙我啊！我要是有枪，我就把你给毙了。哎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好不好？我们先想想办法，怎么下车嘛？你是白痴啊！外面一大堆警察，一大堆记者，我怎么下车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知不知道？我还是觉得，要不是因为你今天过站不停的话，你老太婆嘴啊你啊！过站不停，过站不停。你饶了我好不好啊？你要饶也可以啊，那你给我一个理由啊！你告诉我为什么你爱过站不停啊？我啊，好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过站不停。你想听真话吗？啊？我告诉你，其实啊，我每天早上在发车的时候，我也想当个好司机啊！啊，逢站必停，而且老人上车呢，我能扶他一把。一般人唱歌呢，我最好跟他说声谢谢，而且呢，站站要报站名。学生上车也不凶他。对。可是，车子越往闹区里面开，时间开得越久，车子就堵得越严重，我啊就越不想当一个好司机。这个时候啊，我只想去死，死翘翘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？这个时候谁要是上车啊，谁就是我的仇人。
谁要是动作慢一点，我就想一脚把他踹死，死的跟我一样，膀胱啊，爆在马路上。你有毛病、啊。没错，我的膀胱有大毛病。神经。谁神经啊？啊？谁神经啊？你们过来看，你们能过来看看这个行程路线表啊？哪一条不是这样弯弯曲曲的？哪一条不是从发车到回终点站要4个钟头啊？啊？4个钟头的憋尿啊，4个钟头谁能受得了啊？那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路线呢？老板想要多赚钱呢、啊，路线绕得越远，乘客就载得越多。哎，乘客多，我们的载客奖金也就多啊。那你更不应该过站不停啊！你脑袋浆糊啊你啊！啊，我被尿憋得受不了，我又想要多赚点钱。我问你，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做啊？我不管你该怎么做，总之你该让我上车就对了。你那个站有几个人要上我的车啊？我一个。这就对了，我凭什么要带你啊？不懂。我懂。我也懂了，我也懂了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，连他都懂了呢。哎，你说给他听。他怕你骂他上车过站不停嘛。小姐，你妈妈生了你，还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国家社会啊？不会啊，他觉得他自己很伟大啊。老兄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不是你爱过站不停，而是行车制度让你过站不停。啊，对对啊，对对对，你终于说对了，是行车制度。对了对了，我每天都想当个好司机，可是行车制度让我没有办法去当一个好司机啊。对，你完全说对了。哎，我其实我每天呢、啊、我都想当个好人啊。你看，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吃槟榔，我过站不停也就是想多弄一点载客奖金，让我的小孩，让我的老婆能过点好日子嘛。我真的很辛苦，我每天都在想，我的膀胱为什么不能够像一个特大号的保特瓶一样。老兄，真对不起，没想到把你工作都搞砸了，我这算是哪一门的好人呢、啊？别难过的了，没错，我的饭碗是快没有了，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你。你看，你只是个司机，而我只是个临时雇员，在这个社会上啊，我们算是两粒最小最小的沙子，任何人都可以把我们踩到脚底下。就算咱们啊过得再辛苦，再没有尊严好了，这个社会不会想要看我们两粒沙子一眼。是不是班长出事了？怪怪的，我觉得不是在劫持，他们应该是在吐苦水。没有联考，我也是个好学生，但是一遇到联考，我就是老师眼中的坏学生。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说啊，总有一天呢、啊，你的生命里面不会再有联考，到时候呢，大家都可以看出来你的好了。可是我目前遇到的就是联考啊。你考考看嘛，说不定有希望哦。不可能了，我们老师说我没有希望了，我妈妈也说我没有希望，我也认为我自己没有希望。我的功课实在是太烂了，我在他们眼中根本什么都不是啊。你妈也会这样吗？才会这样，她跟老师一样
都是认为第一名是全班最好的，第二名就差了一点点，第三名就更烂了。全班里面有50个同学，我是第49名。你们说我是不是倒数第二坏的？哎，这不公平吧？其实我只是成绩不好而已，我从不像第一名的同学那样到处欺负别人。我也很爱护小动物啊，我常常把我自己的便当里面的鸡腿喂给流浪狗，但从来没有人会认为我是个好学生。而且我又有点丑，我觉得妈妈和老师他们都不喜欢我。谁说你丑的？我觉得你不但不丑，而且你的心地啊，比班上任何同学都还要漂亮呢。今天早上我们老师要考试，我想我一定会和以前一样，因为考不好被老师骂，所以我才你才不想下车，不想上学。嗯，可是我还是很想上课啊，但是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学校。学校里面大家相亲相爱，谁都不会拿自己的分数来压谁。虽然说第一名是只有一个而已，但是第二名到第50名之间，只要是有任何的优点，大家都愿意拍手称赞他。弟弟，你别哭好不好？你回去跟妈妈讲，跟老师讲，就算你现在在班上考上第一名好了啊，就算你将来考上联考，考上大学，那都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怎么这样教小孩？刚才弟弟说的对，如果只有第一名才是人，后面几名都不是人的话，哎，那这个社会上也是一样哎，偏偏第一名只有一个，所以大家为了抢当第一名，以免自己不是人，最后只好用尽那些不是人的办法去抢那所谓是人的第一名。老兄，你不要绕口令好不好？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嘛。我是在回答他的问题啊。我到现在还是临时雇员，你们一定认为临时雇员很丢脸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错了。对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来讲，临时雇员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第一名。可是我活得那么诚惶诚恐，我连在办公室走路的时候，我都是靠边走的，我就是怕会妨碍到别人。结果呢，这一切都没有用，都是白费心思，还是有人想把我挤掉，拿我的工作当做人情去讨好别人。你说那个下流胚子的主任？哎，你刚刚是有提起过，可是好像没有说清楚啊，你到底有没有他排挤你的证据啊？你要问证据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讲，昨天我在办公室的楼梯间，我是亲眼看到，我看到我们的主任拿着解聘我的签证去缺那个叫郑丽丽的女同事，他保证让他弟弟啊来接我的缺，然后两个人还在那边亲热了半天，可我亲热了。造谣，造谣！我要告他公然诽谤！我还没满迟到的天数哎，他居然就可以把解聘我的签证都已经写好了，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我赶走。我大学毕业，做临时雇员。我小心翼翼的在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落，我捧着一碗饭吃，我不敢得罪任何一个人。结果呢，还是一样吃的朝不保夕。我大学毕业不怎么样，你是个司机也不怎么样，他是国三生更不怎么样了。我看啊，我们这五个人里面，就你们两个命比较好。哎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只有几个啦，哎呀，烦死人了。怎么会呢？常常两个一起约我，还差点打起来耶，鸡飞狗跳，其实都是自作多情。
两个我都不喜欢，追的人多很累耶。我是没资格追你了啦。大姐，你呢？我普通啊。啊，普通啊？戴的是钻石戒指，翡翠镯子，这还叫普通啊？这都是我先生买给我的。珠宝哦，很俗气耶。假的更俗。好了啦，真的假的都无所谓。不过大姐，我说真的啊，我看你的这个长相，觉得命很好的样子，而且你老公一定很疼你啊，他一定又是高职高薪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又会做股票赚钱，你真的很幸福，你知道吗？股票，我只是做一点点了。我先生他是个小经理，还算蛮顾家的，而且也不会乱追美眉。有钱的男人那么老实，难得啊。大姐啊，你好气啦。我如果结婚的话，我想我一定也不会乱来啊。我只想能够找到一个我爱的女人，爱她一辈子。至于工作哈，经历我是不敢想的。我能够做个正式雇佣就很满意了。不过这下子没指望了，没有指望。你人很好，你将来一定会更好的。再怎么好也没有比你好啊。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好。客气啦，大姐啊，你是好家人呢。哎，啊先生又那么老实，哦，你们两个夫妇哦，才是社会的楷模啊，高级的模范家庭呢。我现在要上车跟暴徒谈判，必要时留在车上，交换人质，安全下车。局长这样子会不会太危险？我愿意接受任何危险。局长，你真了不起。对对对。身为警务人员，再危险，我内心跟惠利浦印度一样，一片坦然。现在怎么办？想办法怎么下车啊？然后啊，看能不能让你什么事都没有。如果一时想不出来，可不可以让我先下车？我今天真的要卖银行股，买 IC 股。如果再不去，我的损失会很大的。哎，人到了中年呐，连正义感都到了中年。人家那么可怜，你一点都不同情他，他老想股票股票。奇怪了，关你什么事？哎，别吵了吧。难得同车，你们干嘛吵啊？天大晚股票股票，先生会喜欢你才怪，吹牛。你说谁吹牛？你呀、啊。我吹什么牛了？四十几岁，皮肤松得跟沙皮狗一样，还说先生疼你，恶心。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，我告诉你，我看你更不顺眼。裙子穿得这么短，胸露得那么低，那个脸长得像拔蜡一样。眼睛鼻子嘴巴像毛毛虫，还自以为美嘞，美的冒泡。一天到晚抱股票，小心老公在外面抱美眉。你说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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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靠，小蜜蜂挂了。你说什么你跟我说什么你啊？大姐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女人吵架，男人不要管，滚开。你以为你年轻？所有的男人都为你疯狂，我告诉你，20年后你跟老娘一样。才不一样呢，
你一看就像没人爱的样子，才嫉妒我年轻漂亮。你以为全天下男人都不如你老公？才不会呢！如果我结婚的话，我老公一定会对我更死心塌地。还有，我也不像你，没人要是不是？腰那么粗，像回收的塑胶袋。我是男人，绝对不要。20年前，我也曾经年轻过，我老公死追活追，才把我追上手的。可是20年后，我在他西装口袋里发现了2张戏票，还有1张桃园停车场的收据，还有1个孔融衣的衬衫。大姐啊，你刚刚不是说你老公很老实，不会去追别的妹妹吗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他很疼你吗？哈，我猜对了吧？什么老公疼他啦，什么老公不喜欢妹妹啦，都是吹牛啦！你好不好意思啊？你给我闭嘴！对，我吹牛，你年轻，你腿长，腰细，咪咪大。我老了，皮皱了，腰粗了，我的确没人要。我先生在外面是有女人，他一点都不疼我。我是个被时间、被岁月彻底打败的女人。我这么说你满意了吧？你满不满意啊？这可是你说的，笨蛋！我被时间打败，并不表示你胜利。要知道，3-5年后，就会有比你更年轻、腰更细、腿更长的妹妹把你比下去。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还在这边炫耀男朋友多？我问你，你跟你的男朋友上过床没有？你怎么问这个嘛？最好没有。如果你以为男人哄你上床，向你求婚，就表示他会一辈子死心塌地，那你就错了。男女之间是有爱情，但是绝对没有永远的死心塌地。你想问为什么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男人的爱在上了床就结束了，吃亏的是女人呐、啊。女人的爱是下了床才开始的。你连这个都不懂，就想去勾引男人，真丢脸啊你！你才丢脸呢，爱情才不像你说的，你是个没人爱，所以才跑去做股票的可怜女人。我可怜，我是可怜，我可怜的把一个男人当着我生命的一切，我可怜从来没有为我自己活过一天。可是你呢？你比我更可怜，虽然比我年轻，可是你比我更依赖男人。我没有依赖男人，搔首弄姿，吸引男人，就是没有自信。一天到晚就想靠男人过日子，自我物化，还想要得到爱情，你畜生，不要脸！你才不要脸嘞！你再骂骂看！我当然骂啊！你不相信爱情，因为你没人要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真的打起来！你不要打了！哎呦，开喽！你的刀子啦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又流血了。局长，发生什么状况？人质被殴打，而且有人受伤，失控。警方现在不知道采取什么行动。拯救人质，攻坚。攻坚不是好办法，因为时机已经过去了。目前的情况很复杂吗？当然了，因为劫匪有劫匪的社会焦虑，人质有人质的社会焦虑，这两种焦虑基本上是冲突的，因为到现在为止。劫匪的攻击性已经到了爆发边缘。怎么搞的？小刘平常不是斯文内向，怎么今天换个人还会殴打人质？对呀、啊，那车上那些人不知道被他打成什么样了，哎，好可怜哦。我不是真的要打你了，我是真的很气。大姐，我不是气你，我是气我自己。丈夫不忠实，我没有勇气跟他摊牌，跟他离婚。将来你要嫁人，你不要跟我一样，我是个没有用的女人。这样下去不行的呀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
你投降好不好？我又不是跟谁在打仗，我投什么降啊？哎，你是劫车犯呐、啊！你跟警察在打仗，你跟记者在打仗，老兄，你跟整个社会在开仗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是这样子吗？是啊，而且这场仗你根本打不赢嘛，老老实实的投降，不然的话，你会输得更惨呐、啊。那投降以后呢？照我们刚刚说的，大家通通下车给你作证嘛。有用吗？当然有用啊！哎，我们大家给你作证，警察就只能说你是扰乱公共秩序，他不会把你当劫车犯看嘛。真的？那当然了，必要的时候啊，这所有的错误啊，我来扛啊！你可以说我这个，就说是我擅离行车路线，过站不停，甚至于啊殴打乘客。哎，大不了公司记我个过了嘛。我怎么会那么倒霉？我怎么会变成劫车犯呢、啊？叔叔，我证明你不是坏人。你呀、啊，你不但不是个坏人，坦白说啊，你还真是我很难得少见的一个老实人呐、啊。我教你这个功夫啊，你下车投降，我在你身边呢、啊，保护你。我们现在下车，替他作证，有没有问题？等一下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哎，等一下可以放心吃个饭了呀。我放什么心？是你该放心才对吧？哎，你看我老婆还在车上呢，先吧。不对吧？现在已经11点多了，不是要在股票市场吗？怎么要在公车上呢？刘天理，你个死鬼王八蛋！你敢跟我女人逛街，今天被我活该！我看你往哪里跑！廖天林，你不要脸的东西！妹妹，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？他老婆好像在对面呢。什么人？老婆在车上。廖天林，你干嘛跑的？你不要跑！你不要跑！廖天林，你个死鬼王八蛋！你敢跟我女人逛街？姐被我活该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！走，他们别动！你给老娘回来！不要脸！这是劫匪，大家是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弟弟看话了吧？弟弟看话，看话，几个劫犯？请问一下，这是什么劫犯？劫犯？怎么这么多美女？你到底这位是谁啊？请问一下，加救护车，加救护车啊！宝贝伟伟，妈妈来了，妈妈，我看来了，伟伟啊，妈妈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伟伟。长官，他不是劫车犯呐，我跟你发誓，我跟你保证了，真的，他是一个好人，是我不对，我这个过站呢、啊、不停啊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吵起来了。这个，结果我就把公车开到警察局来，我是希望请警察来给我们评评理的呢。他没有劫车，是我不对，是我这个擅离啊行车路线。长官，请你相信我，长官，真的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长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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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替他，我去的是啊，好比明日黄花，无限的沧桑，想起心。